当您的孩子开始说一些单词时，这是一种帮助他们提高语言能力的简单方法。当他们说出一个单词时，您可以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来回复他们。例如，如果孩子指着一个球说“球”，您完全可以说“你喜欢玩球”。或者，如果您正在吃饭，然后孩子说“香蕉”，您可以说“我们今天在吃这个香蕉”。或者，如果孩子说“衬衫”，您可以说，你的衬衫看起来很漂亮。您的孩子可能还没有准备好，开始用完整的句子说话，没关系。通过在句子中说出他们的单词，您将帮助他们理解单词，并且可以用来组成句子。